观众朋友，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梦笔夜话》，我是南希。武术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，而三省交界的地理位置也让各种武术流派传入蒲城，并得以发展与传承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有幸寻访到瑜伽拳的传承人姜培庆老人，让他为我们展示南拳中有名的瑜伽拳和讲述这套拳法的前世今生。在永兴镇严岭村，我们刚到姜培庆老人家中，正准备下地干农活的他听说我们要来录制瑜伽拳，他马上换衣服准备给我们表演。从言谈中我们得知，姜老今年已经87岁，现在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家休息和做一些简单的农活。拳法虽然烂熟于心，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平日里也都很少练习了，而兵器也堆放在顶楼的杂物间。这个是铁器，铁戟，这个是双杆，双杆，双刀，双刀，这是棍子，这个是九齿钝耙，这个是钴镰枪，这个钴断掉了，打断掉了，这个是双叉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双叉，双叉。这个是大刀。您是什么时候就是学这些东西？我穿的是一大拳一大的都会的，都会的。我这个是祖拳。蒲城县志曾记载，严岭村为瑜伽拳之乡。自清咸丰以来，严岭村高手辈出。姜培庆父亲姜道公年轻时独自居坐在凳上，三五人莫能近前。据说从前在蒲城的民间流传着一句话，严岭的人都是有功夫的。年正月，在那个结阵的地方的那个骨盆都要练锻炼锻炼练接一下这样的。那现在村里面还有除了您还有人会吗？没有，到就是到开放的时候，大家都疏散了，搬到城里了，还是第二个地方去捐。现在是刚捐钱的，都是刚做工了哈，都找掉了。那个船现在没有人坐了，就是几个老人坐在那里了。过去那是300多人口嘞。那闹哄哄的，那也是很好的。以后呢，大家都分散去了，到各地去赚钱了。家家户户都会吗？家家有的会，有的也不会，有的后来有些不把一样两样，那就天天是这样的。有全部会就是我一个的。我是年年出来的，以前那个高乡镇高德生，到蒲城会演，都去的多年了，年年要会演的噻。以前年年要会演的，会演个半个月时间呢。瑜伽拳分五套拳法、五套棍法、九种兵器，此外还有对拳、对棍、单刀盾牌对棍、双刀对棍、双剪对棍、勾镰枪对棍等多套对练套路。虽然严岭村大多人都会几种，但是全部会的只有姜培庆了。现在回不去了，没有关系。现在年老了，这个手掉来不及了。这个是全身滚的嘞，我这样全身这样滚下去，这样脑袋，你这样的，你这个手。我当那个出门表演的时候，那个枪手问的多少大多少宽，我全身都会滚起来当打一个宽。哦，现在不能了，这个也比较吃力了，比较吃力，难得很了。这个都是好用的很了，两头都有用的。哦好用的很呢。最好这个是护身，护身以前出名啊，这里一直跟腰带，就是放在腰带里边。出门人家
有多事就怎么样，我们不要请他远要不要，半夜他不能说了，这里这个衣服穿着请他两下子把他打掉了，是这样的呢。这个是防身护身，这两件都是防身的，都是穿着腰带里面的。虽然身体已经大不如年轻时灵活，但是姜老还是决定为我们露两手。五套拳法的名称啊，这个是大手拳，还有一个小叉，有一个小四门，有一个锤子手，有一个怪子手。小四门，锤子手。那刚才我们这是大手拳。哎，大手拳。它为什么叫大手拳呢？大手拳就是搞和平的。哦。就是因为看到好像都是没有怎么用拳，都是用掌。哎，都是用掌，用掌都是人家要欺负我们哈，我们都是讲和平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是这样，不要动手，是这样，不要动手，是这样。有时候有人说的，不要动手了，不要动手了，就退步了，是这样的。姜培庆告诉我们，虽然引领村上午，人人都会几套拳法兵器。但是从来没有人主动去惹是生非。对，那个跟家里去防身过，都是自己防身，就是防身，也没有说就特别狠的要别人怎么样的。我就，阿拉也蛮好的就，而且阿拉也叫阿拉那嘎达转嘎达，想好佛来好好佛娘去旁边弄的。找能是找他的道理，好，你讲千万别弄。而瑜伽拳的谆谆教导，正是印证了中国武学的理念，德行永远在武艺之上。哦，找能是找道理呗，我那边的用户，那边的汉语说那个，那汉话这边的汉语佛教的，你看人家的那边的文号，我还更好中好的吗？哦，我呢，改白字，你千万别弄。我变得你像是哦，就是变得有什么生好来能够帮个好干的帮个好干。正是因为姜培庆知道学武的要义，深得大家敬重，经常被推荐到外地进行武术交流。而当时一直不知道来历的瑜伽拳也在交流中浮现出他的历史。我的那个哪一年到山里去比赛，我打给他了，那山东的那个裁判员呢，他说，我说以前我是叫瑜伽拳，跟你这个拳不是瑜伽拳，是我山东的瑜伽拳，怎么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只知道我是山东人，怎么？裁判员，你这个拳种和我那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的，怎么？你是叫左掉的。叫是叫瑜伽拳，是瑜伽拳，瑜伽拳呀。他一下子改的瑜伽拳。我说你这样说来一个原因，那怎么国产的国的几个地方啊，那个声音叫左掉了。在县文化馆，我们也寻访到了瑜伽拳在早几年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。瑜伽拳拳种来自于和戚继光齐名的明代抗倭将领于大猷所创。于大猷还有一个身份，就是武术大师和南拳的创始人之一。他精通各种拳法兵器，并自创瑜伽拳，后传给山东省天水县的姜氏先祖，
后姜氏因躲避战乱，辗转迁徙到蒲城，定居在永兴镇的岩岭头自然村。而到姜培庆这一代已经传承了十八代。瑜伽拳具备南拳的基本特种，不管是兵器还是拳法，体现快的风格，出手迅速，移动莫测，手脚配合，胜败在弹指之间。这个东西打的是在临江那个大桥打的120只沙棍呢，这个棍子呢打的120只棍子，他是两兄弟，一个是在双杆，一个是铁器，他们两个人都是困在里边的啊。他的两家啰嗦，他请他去干活，他干不下来。他说：“你要都说说你这，你上这里做什么呢？都说说的。”哎呀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，我们和和平平，有什么事好商量。他们都不能呀，不能就打了。用这个把棍子打断了。就是这个，打的120只棍子。丢掉3、4个都贴进去。在姜培庆老人的身上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江湖中的豪侠之气，而伴随着瑜伽拳流传下来的不仅是武艺，还有中医。普通话大家明白，有左眼里业绩老山羊啊，过得血霸个赞嘞，欢迎普通话大家明白，修口修的血霸个赞，我别敢读个有广东人你干啥？哦，我没有怕。哦，我老家人呢，稀稀啊，臭臭啊。那来有时候呢，还受伤哈，还受伤哦，拿着药帮我塞一下。哎呀，这个是好嘞，好嘞，这个是好嘞，好嘞。那你这个采药、中草药的这个是也是哪里学来的呢？也是我祖宗传下来的。那主要就是一些伤药还是什么？像我一般草药很多。如今的姜培庆老人已经87岁高龄了，虽然岁月已在他的身上烙下印记，但习武之人的精气神却依然明显，依然腰板直挺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曾经和他一起习武表演的村民已渐渐不在人世。全县的那个会员年年都去了。那当时是你一个人去，还是说有很多？我全班来的，全班来20几个嘞。那有20几个嘞，演不错的。那全班人的话，那些人都是自己村里面的吗？都是村里的。那现在那些跟你一起表演的人，那些人还有在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们没有了。天子过庆的时候，那会演。连续的几年，红旗都拿到6面了，连续的，现在都80多岁了哈，这怎么有了？曾经的辉煌还历历在目，但是短短的几十年，一切的发展却让老人有些不知所措。年轻人都到外面去打工了，走书城了。家里住不住了，有江南人，他们就是搞捐钱了，不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了，不走了。我的孙子孩子他都不学了，是没有人学，没有人学了，现在没有人学。姜培庆老人现在还想开设武馆免费教拳，其实就是想把瑜伽拳传下去。但是资金和场地一直都没有着落，是否有人愿意学更是老人担忧的问题。而流传了400多年的瑜伽拳会不会就此绝迹呢？好了，本期的梦笔夜话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